周期，我们的这个时间管理是花期要办，它是要属于一个区，你想好，不再是灾区了，大家不要看那里，你想是灾区，我们要从灾区再出来，再出来。社区的动员，社区动员的人，为什么？从爱下来给海山民，激起大家的鼓舞。好的，志工给他等了，我们前面讲讲这个海山民，就要感谢志工，感谢社会对我们关心，关的你爱怕病，养殖业爱关心，好好哟，还是有。海产才是永续的，所以用海产来让人们相信，促进干起来，连我产业干起来，因为大家都在做，做快的，快的，对，要重建这个林内乡乡乡，等于是县。要转动地震的要有一些地基要那卫生要被各种团队一定要努力来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县政府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来介绍要被建议这个人民强好谢谢好金总谢谢